今年球季呢，到目前为止投球局数是快要到30局。这个球打到三游直接传出去，又是一支安打。高国辉这一棒把三垒上的跑者打回来，二垒上的跑者通过三垒也回来，连续的安打高国辉。哦，虽然前面两次啊没有打安打，还有一次 double play， 不过这一次是敲出了关键的安打，再带有两分的打点。嗯，再补上一支安打啊、哦，对，一口气啊、哦，变成了一个五分的一个四分的一个大局。五分的一个大局，五分的一个大局，现在已经是7-2了，本来2-2的平手，没有错。我就换上来的廖文阳啊，还是被高国辉啊打了一支的。出棒的节奏也抓得好了，正好就是抓你要投好球的节奏，都很清楚啊。左外野手潘武雄的一个背力稍微差一点，所以这种球就直接就拼了。打到右外野的话，这种球他就踩刹车，所以那个刹车也很是一个关键。哇，这个时候呢，把廖文阳啊是换下去了，哎，哇，上来投一个人次而已哦。